让出来。哎，妈，我离开你姐床上哈。哎，哎，拿回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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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你查客户资料是吗？查客户资料？刚刚你不是才去找一个客户吗？就是讲无成，才今日联络电话。没谈成哦。喂，我国民公司，赛场有跌无？啊，无跌哦。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总经理，美玲姐要我跟你讲，这是这个月账本还有开销的那个明细表，公司已经快要没钱了啦。哎呦，订单来入来吼，钱出得来入来啦。哎呦，等到你们订单进来的话，远水也救不了近火，公司就要倒了啦。你讲啥？我有没讲的啦。我准备。哈哈哈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来。哇。丢，两丢，三丢，四丢。挂掉，订单在这。哈哈哈！哎，对呀，我们刚订单呢。做生意三单五单，爱跟我学啦。月赚100多万呢。哎，姐啊，哎，哦，你哪搞啦？现在叫我，你呀、啊，不要太崇拜我。哎，你慢慢感谢我，爱感谢我的妈妈。你无听人讲哦，生意囝二生啊，阮老母生我就是出世要来做生意的。爸。那是爸，爸爸啊，爸爸爸。哎，你们很奇怪哎，但如果接不到订单的话呢，公司就要垮了。现在接到5张订单哎，你们还不相信啊？来，快来，叫回看看嘞，准备要出去。这是真的还是假呀？你看他们有办法。喂，阿亮哦，是我啦。阿祖姨啊，哎，安尼听你声来怪怪声呐。阿祖，你的夭寿大兄阿勇啊，伊哦叫什么？迄个区秘书来厝的啦，啊，摕一张支票给阮啦，讲要吼甲林董的吼甲小芬啊带走啦，啊，我都唔肯啊，因都起脚动手咧，杀我甲阿秋姨啊啦，我吼我腰子嘛去闪着啦。啊？他們真的這麼幸運喔，這真苦喔。阿祖爺，你有要緊嗎？啊，他是怎樣？來來來，我聽啦，我聽啦。阿祖姐啊，我準了啦。準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說啦，那林董的喔，啊，跟那個小芬喔，去讓他們帶走了啦。你喔，趕快叫他回來呢。欸，現在只靠你啊，啊。好啦。這個，阿祖爺怎麼說？啊，就讲什么志勇叫咱去甲迄亲家甲小芬带转去啦，讲叫咱去甲带啦，哪里敢通？当然卖甲带转来啊！对啦，姐啊，咱做下紧甲亲家哦，甲阿叔带转来啦。对啦，行，来，紧。哎，爸，你还站在这边干嘛？他们都已经先走，你赶快去啦！无啦，快啊，快啊，赶快去！好啦，你不要催啦，赶快去啦！阿勇伯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人已经接回来啊。做了真好，做了真好。小芬啊，这是你的厝呢，你还记得未？就是你小坤啊，我是志勇呢，你的志勇啊，
你还记得未？志勇，迄个志勇嘞？哦，迄个志勇已经走啊，即摆即个志勇要来好好照顾你，疼惜你，知影无？哦。你爱乖爱听话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，啊？好，乖，乖，乖。顾秘书，是送给你。甲传去楼顶。是，乖，乖哈，我来楼顶。乖，嘿，我好。爸，你看。你看，咱这间厝，我无惜着一切代价，搁甲买倒转来啊！内底所有车格、所有家具，甲以前拢一模一样，你有欢喜无？这是我一点仔孝心啦。事实上讲起来，我应该感谢才对。若毋是你逼我甲结婚离婚，也袂引起我决心要脱离开临时企业，家己创业的决心。算起来，你是我的大恩情啊！我会好好对待你。是啊，林先生，恁家婿足有孝的呢。你看，这物件给你穿到这济岁，你知影无？阮搬这物件是偌尔啊辛苦的。总经理，是安怎恁丈人的感情况？敢那咧怨恨啥物？阮丈人是咧怨恨伊家己啦，我去治着这种病。无法度完全来表达伊心肝内对我的感谢，爸，其实我真了解啦，你心肝内安怎想，我拢甲你接受，哈。李经理，啊，你来辛苦几工啊，揣钱内底小休困，再走物件。是。陈志雄，你再怎么做，我都不会感谢你。你说我是你的大恩人。可是你却恩将仇报，还口口声声说没有亏待我们妇女，你这个人简直是坏透了。爸，你何必利用这种怨恨的眼光在咧看我？其实你心肝在想什么，我拢了解。何必就安尼呢？今晚我咧饲你，我咧照顾你。你应该感到真欢喜才对嘛，啊？好，假使你若是想要死，啊，就家己想办法咯。这我是无法度跟你斗相共，我送你入来房间，哈。终于，我来帮忙。你冲啥？啊，闪开啦！闪啦！阿爷，你死到够凶的，你要把亲家阿嫂接回来。你是要叫人加水也插不到啊！啊，秋叶甲陈家无愿意回来，你是安怎勇强的嘞？较细声就好。啊，恁一个进门就安尼屁屁叫，阮丈人才甲接回来尔，嘛好少安静一下。哎，我要甲因接回来，收问过阿爸甲俊杰啊哦，俊杰啊拄好来，那唔是无你问伊就好。啊啊啊！嘿嘿，好啦，啊都这吼，恁阿爸我哪有同意啦？啊，恁老爸就讲吼，以情以理啊，应该吼爱互伊接转来，才甲因照顾啦。我唔是讲因袂用转来，啊，不过你嘛袂用用强的啊。系啊，代志是我做的，跟王总经理无关系。王总经理，伊做囝婿要友好伊丈人，要照顾伊失常的太太，感觉你做唔对。我这个人哦，较爱管代志啦，我才看袂惯。你硬要将阿公来拆分开，啊！我去接人的时阵，阿祖伊就一直人阻挡，啊！我公司的人生气，把车队边啊，想要搞会出来拔刀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安尼啊。啊，卡叔害阿祖伊吼，安尼来受伤，我真实的，要唔过我无歹意。柯秘书啊，讲这侪要创啥？我所做嘅代志拢对得起我的良心啦，啊！为公司个家都好，恁会使回去啊。哎，真正。伊安尼讲甘对，你敢相信伊的话？阿嫂伫阿秋伊因厝，伊就敢拍伊啊！只要来到这吼，一定会甲伊带啦。是啊是啊，俊杰啊，要带因转来，这是经过你同意。你即摆人伫个遮，你上好是讲一下公道话。哦，这样，
啊，那这是安尼啦，若要叫我讲公道话吼，咱凭良心讲啦。阿阳吼，甲因丈人啊，甲因某接返来厝照顾，这是应该啦。啊，但是恁这两个小弟吼，会赶来遮吼，迄嘛是讲吼，未放心啦，吼，啊，大家拢无歹意啦。但是吼，你迄吼阿朱姨啊吼，恁共车跋倒吼，这爱共处理啦。嗯，嘿嘿，叔啊，啊你是对啊唔对啊？啊恁半头食死鬼半暝的反正啊，你煞替阿兄咧讲话啊？啊阿朱姨啊吼，已经互伊车跋倒安尼。敢讲叫伊加油啊！啊，付一下医药费，安尼出错。喂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，你意思唔着叫阿朱爷过来甲阿雄车跋倒安尼，你才欢喜啊？嗯嗯。啊，恁即摆叫我讲一个公道话，啊，我讲一句尔，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对。啊，你过去你家去处理就好啊，当对啦。他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爸，啊，小可代志啊，母甲乱吵吵啊。爸，阿爷好，阿朱爷。好啦好啦，恁拢免讲，我拢知啦。迄亲家甲叔婚啊，阿勇甲带转来管顾，这是当然的啦。一人就要带转来，恁就一直咧烦恼讲伊会甲虐待，恁就老事实才来讲。爸，阿祖爷遐尼坐会安尼，阿遐叫人甲车要倒，安尼敢对？恁啥物人甲阿祖爷车倒的啊？是我啦，总经理。啊，阿祖爷哦。强点仔动啦，我唔知要杀开，阿边来知来跋倒，叫你去撮人，啊你把人车车倒，你叫你，是，这人我明用，袂用尊重我的士大人，对谁个死人咯？是，柯秘书，总经理，你是安怎咧处理代志啊？哈，叫你去撮人，啊你代志不过才大条，真实的，也唔过我感觉，你拢误会阮总经理的好心，甲伊好意。伊无来怪恁，恁连倒来怪伊，甚至连报纸也通讲伊毋捌认真理你，安尼对阮总经理当公平？我是一个外人，我当体谅伊的心情。是安怎恁遮做爸爸兄弟甲亲情的人，我都来体谅伊咧？点去？我拄仔才讲过尔，无论我做啥物代志，只要阮爸甲俊杰个来当谅解我，啥物人安怎讲拢无要紧啦。啊，你讲遮侪是要创啥？阿勇啊，咱人咧做，天咧看，做代志要凭良心啦。也若无因果循环的报应啦。我知影，你家己要较注意啦。行啦，来转来。亲家，你放心啦，哦。阿勇即摆改真多啊，伊后摆会好好甲你照顾啦，袂亏待你啦，吼、哦！你免烦恼哦，我来转啦。啊，俊杰，多谢你拄只替我咧讲好话。啊，这无啥啦，啊，都因都讲叫我来，我想讲来就来看卖啊，了应该安怎处理，就是安怎处理嘛，对吧？哎，无去啦，哎，大总，啊，阿伯好，大家互相配合对啦，好，啊。李经理，辛苦你，我你先等公司休困。是。顾秘书，你稍留落一下，我稍等会要跟你讲。我先去楼顶看小芬。你免惊，我载你到小芬回来是要你享受的。上煞无必要陈志勇伊发好过日子，我是安怎会那样做？我拜你就会知，你慢慢看这出好戏。那做生意哦，不是讲我家己在操干，这个真正是哦，头壳爱变巧爱紧。哎，奇怪呢。
去叫玉华吃饭哦，看伊安尼煮煮安尼，搁在啉酒呢。嗯，啊，伊哪有烧酒哩？我倒一罐保养酒啊。唔系，那会用哩啊？你今日就唔敢啉烧酒？唔是啦，我是惊伊啉伤济，老偏火啦。哎，是不是恁阿兄搁甲五亿啊？我想啦。那有啦。啊无，恁两个嘛是有够害，要去找恁大兄，就家己去就好，就搁招伊去。嗯，阿姨，不是我叫阿爸去啊，一定是有菜哦，拍电话叫阿爸去的啦。哎呦，这早起那才搞话啦。嗯哼，恁着看相声。哎，你要做啊？不是，我今仔甲看一个啊。当然别听你讲话，你到老来了。不是，我是要看迄酒看有。不是，等你爱好讲啊，哈你茶啊。无味啊啦！啊，你是不是因为今仔日阮甲阿兄小亮，你咧无欢喜？我咧想啊，恁兄弟啊来当好好吼，阿爸咧足欢喜啊。人咧讲拍好掠出亲兄弟，恁兄弟啊心肝内有啥物代志啊，莫扣分，要当来大家来合作。我相信后日啊一定会真成功。爸，啊，你那最近定在啉酒啦？阿姐啊，这款酒都你老板酒嘛，换来我啉的，他啉真强嘞。啊，这嘛啉了，佫惯习袂歹啦。你要啉无？啊，袂啦。爸，嗯，酒啉多好就好啊啦。志明。爸安尼照顾几世人，啊无其他兴趣，喝饮淡薄啊，莫甲冻啊。爸，嗯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，啊，俊杰伊真牛呢，出去一声就接五张订单呢。妹啊，你那俊杰啊吼，从小恁打架就真好，但是吼，你爱注意啦。公司打开的啦，我来小本生意，看有影无？做事万行是起头难啦，要恁家己吼爱较打拼，较斟酌，啊，人讲斟酌无蚀本嘞，是啦。志文啊，拄只伫阮阿爸的面头前，我是故意骂你，互恁看。不是真心的，莫囥在心肝内，莫扣因啊。也毋过，你若考虑到我的立场，拄只你予遮尔啊歹看，后摆我伫公司是要安怎做啦？好，我甲你回实的，我是诚心先甲你回实的，酒捧起来啦。是的嘛，今日跟你饮酒，实在真欢喜。总经理，你好。总经理，阿基较早是学护理的，我细汉时阵捌有照顾过。我想讲，叫来照顾淑芬，你感觉安怎？嗯，我感觉你安尼真知影报恩，无甲留落来。
阿娇啊，甲带去楼顶，小凤甲顾好势。是，请你跟我来。多谢总经理。阿姊，你偌细死吼，放到整个窟窿沉去，我一人扫袂叮当，你来甲斗相共好无？不过邱小姐叫我看好呢，一下就回来，袂要紧啦。好啦，我连咪倒回来哦。小芬，我找你找志雄，啊？志雄，找志雄，哈哈，志雄，水果牛啊，找志雄，志雄爱水果牛啊，我找你找志雄，志雄也会听你，会爱你哦。水果牛啊，水果牛啊，我多爱我。水果娘啊，志雄嘛要爱水果娘啊，就用刀啊，知无？哦，志雄不爱水果娘啊，嘿嘿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嘿嘿，哈哈哈。
想叫你们，你这边创啥？你是这边创啥啊？你是来请安的？出去！哎，笑的讲什么笑话？出去！出去！跟着出去，你怎么？天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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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啊！快去，快去！快出去！快出来！走！这个牛，这个牛啊！这个牛，这个牛乖乖，好，牛这个牛。朱乃清，第二抓住你。可是你现在抓住你，哎对，现在抓住你哈，来，你给我还，我给你跑，让我看，这个牛啊，乖乖走，给，总经理，你有安怎无？无我来等哈，是安怎小可能打扮迄个模样，走了我的房间，一定有人在变鬼。阿哥，阿哥，起来先。钟经理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门关起来。阿娇，嗯，我对你袂歹吼。既然知我对你袂歹，谁来把小我拖起来面顶？无啦，不是我，是啦。嗯，高峰老师。哎，那无我给传来派出所。不是我，是啦，伊花足侪钱的，本来嘛不是不答应啊。不过，伊讲就是甲总经理滚一个算账，我唔知总经理你会这生气啦。我知是甚人。总经理。你才是苦逼书哦！这一切都是命，
你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？为什么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婚事是家里安排的。我最现实了，嫌我是个旧家，你看不起我，让你回去娶一个有钱的老婆。你不能拒绝他吗？你不能吗？你为什么不能拒绝他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好不好？像你跟美凤还年纪这么小，你忍心吗？为什么？我求求你。秀云，美凤，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听妈妈话，爸爸会按时寄钱回来给你们，供你们念书啊。爸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今日你一定会来。我知影，今日你一定会来。今日妈妈做记，我敢会不耐心？这么多年来，你特别徛伫遮，拢是伫想爸爸放生咱母仔囝三个人的代志。煞对不起咱母仔囝三个人，我才会付出代价。我要将咱失去的讨回来。妈妈都已经过身啊，过去嘛已经过去啊，咱莫搁计较好无？袂用的，你敢袂记咱细是安怎过？咱是安怎搞到好大汉的？这种像走线的，就是咱的亲生爸爸。多谢爸爸，伊放生妈妈，放生咱姊妹啊，去娶一个有钱的人。结果嘞，即马就是伊的报应。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！就算讲伊即马已经受到报应啊，伊嘛是咱的老爸啊。无唔对，不管怎讲，伊嘛是咱的爸爸，咱当向伊讨回公道。你又唔过唔准别人来伤害伊。但志雄愿意对待爸爸甲淑芬，咱一定爱加倍向伊讨回来。我看，但志雄这个人真厉害，一定真可怕。你莫甲伊作对啦。袂用的，爸爸摆伫手头是因为要预防伊。即马我着以但志雄的方法来应付伊，伊绝对袂赢过我。阿姊。妈妈跟咱两个查某囝尔，我嘛剩你这个亲人，我实在无想要失去你，你放弃了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袂用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绝对袂会单子，伊遐尔好过哩。
总经理，外面有一位王先生要找你。嗯，叫伊来。是。还有，我甲王先生有真重要代志要讲，无我的允准，任何人拢免入来，知影？是。王先生，请坐，谢谢。文总经理好。王先生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王先生，我拜托你的事情办得怎样？你叫我调查的事情，我已经替你调查好了。这个叫柯秀文的查某人，就是恁丈人的查某囝。二十年前啊，恁丈人和一个叫柯爽的查某人同居，生两个查某囝。啊，恁丈人唔甲这个柯爽的查某人结婚，所以这两个查某囝。第一男我是姓柯，啊大汉叫柯秀文，啊第二个出国啊，调查袂出来。哦，我杀你了。啊后来吼，恁丈人佫熟识一个好嫁人查某囝，伊就是林淑芬的老母。啊恁丈人写来放煞这个孤爽的母仔囝，含这个好嫁人查某囝结婚，佫用伊的钱来创业。虽然过去爸爸对不起啦，但不过伊即马已经中风啊，你着莫遐尼恨伊啊，好不好？咱自细汉呢，遐尼啊艰苦，妈妈都死遐尼啊可怜，你叫我莫计较，我做袂到。我一个人伫日本，嘛是吃真济苦。即马我有赚一寡钱，那现从爸爸接过来大，好好甲照顾，尽一点仔孝心。啊，你不是真好，你要接伊回来，这是应该的。要唔过，你要我将陈志雄的冤仇放互袂记，这是无可能。阿姊，你莫遐尼固执好不好？李红，我的个性你应该真了解。爸爸的公司和陈志雄亲戚，这冤仇卡从哪无报，唔知道害偌济人。阿姊，好啊啦，你要再苛刻我，我决定的代志是袂改变。阿姊。我现在就烦恼的，你免烦恼。我知影，我应该安怎做。但志雄才对我真信任，伊自认为伊真厉害，也毋过我有自信，我袂输伊。经理哪无来？哦，伊这几天可能未来啊啦。是安怎？早起因厝的人打电话来讲，因丈人已经过身去。阿舅，你老先生到底过身去呀？应该是我不该照顾好。你哦，你
是你姐姐。我是你的姐姐。我无姐姐，你出太出去啦！小坤，快把我的小坤，出去出去出去！小坤，我确实是你的姐姐。只嘛甲厝内姊妹两个人尔，可我爸爸死啊，你一点仔感觉都无。爸爸，你看，爸爸你呀，爸爸死呀！我会替你报仇。爸爸，那好乖的抱在里底，公公。伊无死，我干那予伊食艾困药尔。为着要证实你的身份，我只有安尼做。你家看。果然就是伊查某囝，无对，你是伊查某囝，你即马知我的身份，你想要安怎？你想讲变小阿强啊，都无人会再信。你竟然设计叫小芬去公司乱，叫假神假怪，就你肯会惊我？佮叫伢子阿要害我？你想讲叫一个少年害我就无代志？嗯？你竟然利用伊来报复我？是安怎？你想要安怎？想要安怎？